办今年的万寿宴，除开满汉全席108道御膳以外，欲请皇室品尝民间家常风味，应普天同庆之气象。你二人参与甄选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总算晋级到决赛阶段。至于最后谁能获胜，御赐军刀，进入御膳房成为上膳，就看你们的厨艺造化了。怎么样，都一试完成了？徐师傅、陆师傅都是在时限之内完成。嗯，这道菜很别致。这个我桃花粥。哦，这道菜很有特色，不过要是改个名字可能会更好。哎，就叫娇艳欲滴。谢王爷赐名。劳烦通报东都执事冯远求见。您稍后。让门外候着。启禀王爷，朱宣总执事冯远当外求见。快传快传，来更衣更衣。哎，王爷，还有好几道菜呢。那您现在我这正忙着呢。那咱今儿还评不评啊？别，行，就娇艳俱一滴吧。把金刀放给他，让他回去替我差遣。来更衣。谢王爷。娘，你真的认为爹会当上金刀御厨？那可不。张大爷打水下啊，这京城一带，哦不，是整个大清，就再也没有人比你爹的手艺巧的了。啊，咋回事？老公，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？肉手，就剩三个了，都包了吧？一个就够。找到了。你找着什么了？这口味，风味独特，别无仅有。15年前我曾尝过一回，这是陆家的独家配方，可你不是陆安造。快说。陆安藻究竟藏在哪里？想跑？好，上！没怎么。爹，你怎么双手空空的？是不是生意特好，把扁担罗刚都给卖了？还不赶快表扬我一下？表扬你什么？我改了配方啊。你改配方了？嗯。很快呀。怎么了？不好吗？好，看来你还是继承了你亲爹的手艺啊。不说了，我让你马上离开京城。哎，今天离开北京。哎，离京以后一直往南，到处都找你的四叔。赌钱赌输了？哎呀，不是。这个手串一定要好生珍惜，这可是你亲爹的。啊，赶紧走吧，快！爹，我走了以后您怎么办呢？哎，你放心，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之后，我到福州去找你会合。爹，我一定啊！爹，哎，师傅，快走！
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间名满天下万人称颂的米香楼？这附近只有一家臭面羊万人唾弃的米香楼。前边左转。哦，齐宝春，你这耳朵不灵还是脑子进水了？怎么老给我出错？西红柿蛋花汤酱爆猪肝有错吗？反了，是猪肝汤西红柿炒鸡蛋。好了，我改一下可以呗。嗯，想吃什么自己看哈，上面写着。爹，啊，四叔，我是阿珍呢。菜齐了。你这换汤不换药的，炒了煮，煮了炒了再端上来，你把进门的客人当猪养呢？哎，怎么说话的？你见过猪挑食吗？你指桑骂槐的骂我是猪呢？说你是猪才的，挑三拣四的，纯想诈骗是吧？是不是啊？你把刀放下。反正菜上齐了，你爱吃不吃，钱的照付。付钱付钱啊！开黑店是吧？行，老子认了。给你。团结力量大！以后再这么进你这家饭店，我就你孙子。一帮不入，乱帮不居，亮这家也做不出什么惊世骇人之作。你是阿珍？四叔，是爹让我来福州投靠您的。哎，你等等啊，我看你啊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吧。当年老三收养你的时候，我们可是没赞同的，就为这他们哥俩可吵架翻脸，说好了今生老死不相往来。你倒好，跟个丧门星似的突然冒出来，怎么还说是投靠？你吃是不花钱，住不花钱啊？你投靠我，我投靠谁啊？老婆，哎，不许心软，不许慈悲，他就是命里待客才克的本家，灾难不断，一出生亲娘就难产死了，这还没长到三岁，亲爹又克到犯法杀人。哎呀，你不说这些行不行啊？不行。等等，我亲爹杀人了。他亲爹杀过人？哎呀，可恶可恶！因为可恶就杀人？这个不是不是，那你不能乱说呀。如果不是你说是的话，你就是诬赖好人；如果是你现在才说，你就是包庇杀人犯。所以到底是还不是？关你屁事！说的也是啊。怎么回事？禀报天尊，安慰神行，弟子魂魄五脏全迷。这怎么回事？道长，王爷问话，您就据实以告。恕贫道直言，王爷因公忘私，夙夜匪懈，导致邪灵入侵，如不速速处置，恐家……哎呀，邪灵入侵，难怪这几日又是头疼，又是全身的筋骨酸痛，找太医看也看不了啊。是，道长，勿请道长鼎力相助，以为我大清之安泰啊。是啊，道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王爷休慌，贫道即刻在王府中厅搭建法坛，连坐三日法会，请来东西南北中各路兵将神明护持，望王爷慷慨永殿之体。需要多少钱？祈福消灾法会共需5000两。什么？5000两？你这是消灾法会还是抢劫大会啊？事关王爷安康，实在是不宜讨价还价呀。好，5000两，就给你5000两。
王爷英明。江湖术士，满口胡言，装神弄鬼，是欺我瑞亲王府无人乎？无人乎？哎，你们俩哪儿来的？来人，给我抓去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年轻人，刚才他发功，我们可是亲眼看到的。市井讹诈骗术，实在不足一试。哼，黄口小儿，夸夸其谈，在贫道登坛做法，将你打倒。你滚一边去！王爷，这个大骗子口中的滚油其实只是一坛污醋而已。王爷若不信，我现在就给您证明。没事，王爷，是否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酸味啊？你这臭道士，差点讹到本王头上了！来人，把他押去，听候处理。啊，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按摩的，叫啥名？哪儿能按摩的？戴着个墨镜，不是按摩的吗？王爷。我呀，我啊，在寻你这个头发呀，以后在正式场合还是戴上点假发。哎，这是时尚王术，我知道了。这筋也开了，脖子也没那么酸了，对吧？好了，说说你吧，有没有什么计划呀？正式来禀报王术，小侄幸受皇恩。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归来，决定学以致用。近日将赴福建马尾考察船政，共谋我大清海军强弩之道。以报皇恩。哼，少跟我这打官腔，我看你是以考察船政为名行逃婚之实吧？这都被您看出来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皇阿妈和你额娘都等着抱孙子，这也是父母之心嘛！啊，他们烦死了。马尾是福州的港府。王叔是不是想起了15年前的东都劫案？15年前，发生在王府的东都劫案，确实是我一生的耻辱。幸好皇上宽大，不忍降罪。不过，在我心中，始终是一块疙瘩呀。劫案侵犯陆安造，祖籍福建福州，陆安造有极大的可能就潜藏在福州故里。有理，既是如此，小侄决定亲自去查访这悬档多年的奇案，以为王叔分忧解愁。嗯，真不愧是我的好侄儿啊。不过你顶个贝勒爷的名字，树大招风，恐怕很难查出个所以然吧。关于这点，王叔休要烦恼。此番福州之行，小侄已经决定微服出访，连化名我都想好了。哦，白云飘。号称东南美食之都的福州，成都也不过如此嘛。停驾。我是被你们家的味道给吸引来的。味道，姑娘，你识货，我给你拿几条尝尝。哎，大娘，我说的不是那个萝卜干，那是什么？是酒。酒？说明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嗯，总之呢，我既不是包庇，也不是诬告，
反正那丫头已经被我撵走了，一切都当没发生过，你的明白？原来这件事啊，你想多了，快，这种说明等于没说嘛，我走了啊。你婶儿啊，心直口快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四叔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亲爹到底是谁？爹他连名字都不肯跟我说。你爹不肯跟你说，那是保护你的安全呢。也许你亲爹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你追寻这些没有意义啊。原谅四叔，我能收留你，这钱你拿着。另谋去处吧。不不不，拿着。我不拿您的钱，我也不会离开福州的。爹和我约定好了，过不久他就会来这里和我会合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但凡能治得住那婆娘，我哪在乎多你这双碗筷呀？四叔，啊，我能说服四婶把我留下来的。娘，我给他寄回来。啊！娘，有这么一位姑娘，打老远闻到咱们家埋在土里的酒。难道你让我编瞎话骗你不成啊？不是您蒙我呀，我担心您被骗啊。他骗我图什么呀？喝了咱家两碗酒就整那么一桌，你见我那么傻的骗你？这坛黄酒是打咱们搬到这儿，你替我酿的状元红，这就贸贸然跟别人开喝了，我心里有点过不去呀。说得好，状元红，状元红，人家是儿子中了状元才开我。你呢？别说中状元了，就是指着你中个秀才，恐怕都得等你头发胡子都白了。话又必须说到这样嘛。要说呀，姻缘天注定，人家姑娘坐着轿子来，整那么一桌子饭菜，眉头都没皱一下。还有，我告诉她说，你在一家大酒楼做大厨，人家高兴坏了，非说明天要跟你见一面。哎，娘，我可跟你说，这凡事我都可以听你的，唯独婚姻这件事情，你不能随便帮我做主啊。干什么干什么呀？条件这么好，又这么主动，这肯定不长得拐瓜裂枣，就是枯枝杂草嘛。娘，我是你唯一的亲生独子啊，你千万不能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，把我往火坑里面推啊！你，等等，人家这姑娘不但家世好，长得也端正，还时髦得很。拿去看看。这台风底下我也去呀，团结力量大。请多多指教，您是要去种花吗？切，种花都这身行头啊！那您这身打扮是要去吃喜酒吧？吃什么喜？啊，你这样说也是有点对的啊！我是要去办一件喜事啊，所以今天呢可能没有办法上班，特别来跟老板娘请个假啊。那您忙您的，我帮你转告他们。但这厨房的事儿，厨房的事你就别担心了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
哇塞，原来你这么有准备啊！太好了，哈哈，主动积极的是入门厨师的基本态度，做得好啊，好好干。做得好的话呢，我会考虑小勇当厨工啊。谢谢秦师傅提点。那我先走了。哼，当厨师那么容易的事吗？让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妮子吃吃排头也好，顺便让老板老板娘知道，米香楼没有我齐宝厨是多么天大地大的事儿啊！来哦来哦，米香楼全心全意为各位乡亲们准备了早点，大肠米线免费试吃，限量供应。免费的米线哦，来吃啊！什么事儿啊？吃得好，帮我们多宣传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大妈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，挺好的。易姑娘，小生齐宝厨，洪福齐天的齐，奇珍异宝的宝，上的厅堂，进的厨房的厨。哎呀，不好啊！这戏里面的老生似的太古板了，不行不行。易姑娘，可以称呼你为一朵云吗？因为打从看到你预兆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化身为一颗仰望天空的小草，如云朵般的您是那么样的仙气，那么样的飘逸，那么样的美丽，而我的存在只为了这片刻你我的相遇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肯定没有姑娘抵挡了这种攻势的。哎呀，齐宝厨真的是天才啊！阁下是齐公子吧？是，您是齐公子，姓齐，名公子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是说，我就是帅过潘安，俊压兰陵王，人称东南九省旷古绝经，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美少年，就是区区小弟在下我，齐宝厨是也。小女子啊，对俊男帅哥兴趣不大。之所以劳烦公子前来呢，主要是听闻令堂大人提起公子是袍屋中人。啊，来来来，我娘说太浅了啊！正确来说呢，我是大酒楼的头号大掌厨，举办煎煮炒炸会、焖烤卤拌煨、南北大菜、中西佳肴，我是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啊！那小女子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嗯，敢问公子何处高就啊？哎，说出来怕吓着你啊，你小心点啊！啊，我就是在那个名冠江南、威震四方、人称名府第一楼的闽香楼是也。哎，怎么样，吓到了是吧？啊，不是吓着了，而是失望透顶啊。闽香楼我知道呀，那根本就是一个家政不通人不和，哎，反正就是一个不入流的酒楼嘛。你吃过咱们的菜没有？没有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我的鼻子呀。一个经常出入厨房的人，即便经过沐浴更衣，也掩盖不了食物料理留在他身上的味道。你身上的味道污浊晦顿，毫无灵秀之气，这证明你啊只会照本宣料，因循苟且。嗯，一个用心精进的厨师手上难免不了会有多处的烧烫伤疤痕，你看你这双手碧嫩于白葱，可见你啊懒散成疾。近日也没做多少料理吧？嗯，最近一道应该是猪肝汤。嗯，西红柿炒鸡蛋。哇靠，你究竟是一朵云还是一只狗啊？很多人这么疑问呀，要说我是只狗，那也是一只嗅觉灵敏的易姑娘，咱们第一次见面，别老聊一些厨房的事，那多煞风景是吧？我们先点菜吧。啊，我早就点好了。啊，哼，我算倒了大霉了。
碰到这种长得明明不赖却伶牙俐齿的大吃货，跟他在一起啊，不是被说气血逆流暴毙身亡，就是被吃得倾家荡产割地赔款，我得赶紧逃了险啊。哦，怎么出大事了？我就说嘛，这个敏香龙我不在肯定出大事的。什么事啊？慢着！你吃耗子药了，喊那么大声干嘛？我是把东西从早上放到现在已经坏了吧？我怕你吃了闹肚子。切！我吃你做的东西才会闹肚子，你爸去。难吃就吐出来，不用顾形象啊！我不是饿了，是真好吃啊！福州城最出名的米线是哪家？东城的阿婆米线，百年老店，比阿婆家强十倍。不用钱当然好吃啊！老板娘，北北她懵了啊！你也算算，从早上到现在，你亏了多少钱呢？客人吃得满意，自然会对我们闽香楼有信心。你们等着看，今天中午的回流客，补回早上的成本，绝对不是问题。号称闽京第一楼的福清坊，功力也不过尔。福清坊，福清坊，闽京美味任我尝。任我尝，公子，好诗，好诗啊！这是诗吗？这是诗吗？小青，是。这是做什么？你谁啊？在下白云飘，有缘与姑娘相逢，敢问姑娘芳名啊？一朵怡。一朵怡。一朵怡，一朵云，好可爱的名字。为了答谢你救我，这桌酒菜就算招待你们了。放心，我已经结过账了。那不知在下是否有荣幸能请姑娘同桌共饮呢？名过其实之传，小女子实在难以下咽。大胆民女，想着福清坊乃是民政福州府的名店，怎么会难以下咽呢？小七，你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呀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吃了炸药了吗？什么炸药？是因为蜜蜂。扎得我好疼，那你放他走啊！谢公子。好啦，不妨碍你们主仆俩，就此别过。哎，一姑娘，一姑娘，别想留我，更别想问我住哪。在我完成大事之前，是不会沾染男女私情的。一朵云，一朵云，一朵云，遇上白云飘，绝配呀！福州名点荔枝肉，一股鱼腥破坏了整体的圆融，是鱼露。荔枝肉制作进入勾芡阶段时，掌厨师傅没有把沾了鱼露的勺子洗净，就直接舀取醋、酱油，导致芡汁掺杂异味。他连这么细微的缺陷都发现了。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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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奇宝珠，拥有金刀玉树的优良血统，想不到在一日之内遭到两名女子暗算，导致我自尊受损，颜面扫地。我请佛祖帮我主持公道，以威天理，以力刚强。我靠，你家路窄呀！ 佛祖在上，幸与一朵颐久闻福州府乃美食名都，特来寻访，不想所遇皆是庸碌无能，名不符实之辈，愿佛祖垂怜，保佑幸与早日得见隐士贤才，能人异士，以助幸与早日完成大事。庸碌无能，名不符实，那不就是骂我吗？这个口不择言、目中无人的无字村工，看我不，赶紧闪远点！ 说这些话是骂谁的啊？要不是看在佛门禁地，我早就出手了。是不是教育你一下做人做事的道理？哼，这一万事不知所谓。哎呦，施主啊，为何要拿着脑袋撞我这锄头啊？和尚，你头发剃了，脑袋也抽干了，你看不出来我是摔跤的？哎，小子。 说说吧，你是失足撞到我这锄头上的，还是自己想不开？人生不如意，十之八九啊！大丈夫在世，何患无妻呀？佛有曰：媳妇儿，媳妇儿一人一份，这辈子没有，下辈子一定是双份。佛有说这个？这些并不重要。贫僧乃是出家之人。 这世上的儿女情长之事，不便于过问。说说吧，这失业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七七，哎呀，珍儿啊，你真是我的财神爷啊！光就这一上午的进账，已经超过以往我敏香楼半个月的收入了。 哎，花爷，你算错了吧？算盘坏了吧？珠子太多颗了吧？依我看呐，你这手艺九成九遗传你的亲爹。老婆，花爷，你这样不好。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厨工，你今天呢，因为一点小成就，给予他无尽的赞美，你这样又不很难待人呐。啊，让我做个总结啊，今天。 胜利确实是不错啊，但是这得归功于我七宝厨今年来的努力，终于达到乡亲们的认可。当然，花姨您的魅力，此时您的勤奋，还有这个小小小厨工的一点小小小付出，都是不容磨灭的啊。总之，团结力量大！谢谢团结。哎呀，今儿我闽香楼犹如浴火重生，本来都着急顶让了。 现在真儿来了，所以我决定把二楼整顿出来。
我要扩大经营。那是，那得多找点人手帮我忙啊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。啊，再来啊，我得研发一些新菜色，好配合我们新客人的口味啊。哎，研发菜色就不劳烦你了哦。人事上也会有些异动，打今儿起，真儿就是我米香楼的总厨师长。噔噔噔噔，我再多雇两个有能耐的给你打下手，厨工啊再找上一个，跟小琪密切配合啊。等等，你说我是总厨师长，我得配合这个小厨工？哎。多看多听多学习，跟着真儿是会有前途的啊！我不干，吃个啥不啃肉。我今天就算穷困潦倒落魄，我也绝对不会回那个破酒楼让人践踏。阿弥陀佛，看来施主还是一个很执着的人。佛曰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不患人己知。不己人患之，这个知，知，哎哎，到底佛有几只啊？这么多只啊？怎么从你嘴巴里面说出来的佛约听起来都怪怪的？其实这些并不重要，又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执着其实也有一种完美的诠释。小子，你有骨气。哎呀，这我倒听得进去啊。哎呀，听你刚才说的，我倒有几分好奇。你说那个闽香楼那个小女孩，你说她有什么办法，能够把一个惨淡经营的闽香楼，瞬间就可以让她起死回生？哎，这大肠米线惹的祸吗？哦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娘还等我了啊，先走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喝点汤啊。嗯，哦，你个花和尚啊，白日向佛，夜里偷吃荤啊？此话怎讲？就这一榨菜肉丝汤啊，当我尝不出来啊？不过当真美味啊！小子，你看仔细了，里边哪有肉丝啊？嗯，我告诉你，这是香菇晒干了之后。然后给它切成丝调味儿，再把它外边裹上面，放到锅里煸炸，尝尝，是不是有肉味儿？哦，这有两下子！哎，赶紧找人讨教一下啊！我先走，我先走了啊！哎呀，不行啊！我还没想到办法，怎么跟我娘说我丢饭碗的事儿啊？小子。不妨我给你出个主意。你这是臭豆腐梦还是筋斗梦啊？这么臭，你能把活人熏死？可那和尚说，这臭豆腐闻着臭，吃着香，越臭是越香的。你快干啥？快干啥？臭豆腐谁没吃过呀？能臭成这样，简直逆天了。嘿嘿嘿。啊！差点连我这金刚打印无敌掌、千杀掌都顶不住了。像我堂堂前九门步军巡捕总教头，江湖人称冀州大儒侠的一代豪杰，竟然沦落在街头，吃着廉价平民的小吃。也罢，大侠请慢。能否将手上的这碗餐点让与小女子？哼，想我叶知秋一世淡泊名利，视金钱如粪土，怎会为这锱铢小利就轻易过饶？哼，请考虑。这位姑娘，要不要我再去为您买份凉茶去火呢？我
只要这碗米线就可以了。哎，能耐用。怎么样？敢问大侠，这碗米线从何处得来？就在西街拐角那家米香楼。米香楼的米线怎么会有陆大师的味道？陆大师，姑娘所指的陆大师是陆安造，陆师傅。气死我了！敢抢国旗，来我那厨房使啊！我就是臭，我定配你个鱼死网破，偷官鱼去！米线又卖光了，不到半个时辰啊，这三锅都见底了。是啊，不多做点，待会又挨乡亲骂了。四叔，您歇着吧，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哎，没事儿，喜宝出不来呀，我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一、二、三，就这儿了。哎。这里有死老鼠，我明明才打扫过的。臭大王，天下第一臭嘞！举世无双，毁天灭地，见佛杀佛，见佛杀佛，杀全到了天下第一臭豆腐，揭盖了，怕臭的让道呀！啊！秦老叔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快推走！你做你的生意，我卖我的臭豆腐，咱们是井水不冒河水啊！你在我门前卖这么臭的玩意，你把我客人都熏跑了，你还让我怎么做生意啊？哎呀，你生意不好，你的厨师该检讨，无视我的才华，你个人该检讨。简直，你欺负我！你们，这位子，什么呀，跟逃难的似的。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不好，少爷，东岛有个邪教专门对街上中毒，我看咱们还是赶紧撤吧。撤个屁呀，撤毒个屁呀，毒疼死我了。此为只应天上有美呀。厨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！身为厨子，不思上进，还不让人把你给比下去。你真有本事的话，跟我斗菜，找乡亲们做公道，愿赌服输，别走这邪门歪道。我呸！跟我斗菜你也配啊？米线楼的辉煌的时候你见过没有？当时的人潮呢，从店门口排到城门口啊，厨房出的每道菜都攻占食客的味蕾。那个时候是吴师傅当主厨，你就一厨工。就因为吴师傅老迈退休，你顶了他的位，我米香楼的生意开始一落千丈，你还好意思提呀？我叫你们，是不是这里卖的臭豆腐？我百步之外就闻到这股臭味，真是惊艳。嗯，快快快，愣着干嘛？给我来一盘啊！这杀千到了天下第一臭，居然有人不要命的想尝啊！不只是他，还有我。一朵云，炸酥点儿。好，光闻着豆腐的臭味，就知道豆腐的发酵以真化技，绝对是独门秘方。若是这油锅的火候掌控的得意的话，那炸出的豆腐必定是外酥内嫩，焦香得意，定是人间美味呀。还少一位。嗯？你的米线。我。两位慢用啊。嗯，臭豆腐外酥内嫩，入口即化，沁人心脾啊。大肠米线互为情色，足以酥脆杏香的臭豆腐相近，真可谓是美食戒之。高山流水，龙凤和鸣，绝顶妙韵。过奖过奖。讲话
需要这样咬文嚼字合着押韵吗？是啊，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。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说，大肠米线搭上臭豆腐是绝顶的好吃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嗯。我要来一套。嗯。我要来一套。我要来两套。行好，在这坐着，别着急，等着啊。哎，坐好啊，坐好坐。哎呀，愣着干什么？去炸呀！你个臭小子，总算干一回正经事，快去！哦，我四岁那年，我娘生了重病，到最后一个月，她连稀饭都吃不下。有一天，我爹端着一碗米线进来，说着也奇怪，我娘闻到味道后就主动爬起来吃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娘吃完之后就很满足地睡了，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。但是我和我爹都感到很感恩，因为我娘到最后是带着笑容走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煮的米线和那年那碗的味道是一模一样？叶德月，那您知道这碗米线是出自哪位大师之手吗？当然知道，闽菜大师陆安藏，陆师傅。这么巧啊，跟我同宗哎。那可不。哦，原来还有这层关系啊。真是曲折离奇，引人入胜啊。说的也是啊。嗯，你哪位啊？就是那个要买臭豆腐、香菜的客人喽、哦。是吗？哎呀，谢谢。陆安造陆大师，后来赴京参加了御膳房的斗菜大会，卷入了东珠劫案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所听闻，但我始终不相信是陆大师所为。何以见得？所谓万法唯心，陆大师的料理风格光明磊落、沉稳踏实，绝不像杀人越货的盗匪之流。所言甚是，我在齐宝厨的臭豆腐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特质。同感。既然如此，明天我们就来问问齐宝厨，那用臭豆腐从何而来。另外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尽管跟我说。那麻烦你帮我拿把菜刀来。啊？菜刀？帮我把这只爪子给剁掉。误会。有线头。真有此事吗？我骗神骗鬼也不敢骗大师您啊！啊，对了，大师，您那个臭豆腐卤在哪？隔壁柴房，自己去拿。是。阿弥陀佛，大师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啊，贫僧乃是出家之人，六根清净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告辞了。大师，请留步。我想您是想要化缘吧，只是不好意思开口，是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请在这里稍等一下。出笼的素包子，我亲手做的，与佛结缘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兄弟之间早有约定，将来我们一定要成为亲家。等兄弟我洗刷了身上这个冤屈，走，以此为信，我们之间一定要结为亲近之好，来告慰我哥在监之灵。大师，您怎么哭了？啊，贫僧未曾哭啊，就是风沙太大，迷了眼睛而已。看您这反应，应该是第一次化缘吧，所以心情才这么激动。不
娘真是太聪明了，一眼就能看出了老衲。谁没有第一次呢？如果将来大师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尽管来这里找我。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姑娘。善哉，善哉。哎，来了。那我先进去忙了，大师您请便。阿弥陀佛。为什么这位大师感觉有一种很奇妙的亲切感？李总管，知府的。李总管，大驾光临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、啊！知府大人这么说，是想折煞老夫吗？哎，李总管远道而来，不是只想与下官叙叙旧的吗？知府大人果然聪明啊！我这次来，那可是奉了王爷的口谕。哦，瑞亲王有何指示啊？如果陆大师果真隐身在福州，你打算用什么方式引他现身呢？我倒有个主意。哎，这么巧，我也有一个想法。那你说说看。如果就这么说出来，未免失之平庸，不如我们就效法《三国演义》，孔明忠于帐中定策那段，厉害厉害，小七。为了庆祝重阳节，知府大人将在此地举行斗菜大会。欢迎各位乡亲们会厨艺技术的都到此来举行比赛。为什么现实与戏剧中的情节总是这么巧合？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无巧不成书了。同意。你觉得参加的人会很多吗？我猜肯定很踊跃。娘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强烈的反对我参加斗菜大赛，我也知道爹只是跟人斗菜丢了性命，树大招风的道理我是懂的，但是身为一个天赋异禀的厨师，我体内的烹饪魂却怎么样都不可能让我无视这场比赛。娘，你就不要阻止我参加斗菜大会了吧。我说了不让你参加了吗？你不反对啊？我反对个什么劲儿啊？就你那点本事，连你爹的根脚毛都比不上，还什么树大招风？你顶多就是根豆芽菜，这不什么风啊？娘，你这么看不上你儿子啊？没把你看透，我配当你亲娘吗？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让你见识什么叫做咸鱼翻身。小心，身没翻成，却栽个跟头。哎呀！亏你，对不住，不是爹，不是你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要说论厨艺，你并不在我之下，我呢就比你多了这么一点点狗屎运，否则这金刀一定是你的呀！你还跟我计较这个？哎呦，你轻点儿。哎，这是瑞王爷进贡给宫里的上等鹌鹑蛋，这要是不留神给碎了，咱俩担得起吗？是啊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有人劫持龙珠。大哥，把这一看，亲手真给皇上。我给皇上，我这个身份，我那听那不是话，从后面走。那不是我这个身体吗？我大哥，走，你还撑得住吗？
可惜呀、啊，可惜撑不了多久。你这个强盗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我。天下人都可以诬陷我，我是冤枉的。唯独我不想让他们母子也误会我。为逃亡，我只能将你托给我的师弟董三。怎么吃我的包子？这包子做完不就给人吃了吗？我从城里跑来这很远，肚子很饿啊！气死我了！你气死我！你吃个包子有什么好气的？何况呢，我会白吃你包子的啊！来，哎，你拿香蕉做什么？全当束胸，不成敬意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礼拜。谁是你的师傅？我能教你什么？煮菜呀！你看我这么好的厨艺，藏着掖着不是浪费了吗？谁告诉你我厨艺好的？您别打哈哈了，我亲眼见识过您把香菇烤出肉味的本事，还有那一台不起眼的臭豆腐居然大卖，足见你的本事不是一般的，师傅。师傅，你想多了。不管我想多想少，百姓一条。师傅。你今天要教我做什么好菜呀，师傅？什么？四叔是谁？你们帮我报名了斗菜大赛？哎呀，你怕什么？凭你的手艺呀、啊，要拿全省第一，那简直易如反掌。再说了，你要是夺魁，我米香楼以后的生意会更红火。可是，哎，陆姑娘，这可是我们大家的主意。你要是还不愿意出赛，那我们只好到知府衙门去告状，让知府大人硬给你拽到赛场上去。嗯。既然承大家错爱，那我执政只好全力以赴了。那就祝贺陆姑娘旗开得胜，独占鳌头了。你好，想得美！你都忘了还有我七宝厨的存在呢。七宝厨，你也报名参赛了？那是，没有我七宝厨参加的比赛呢，就像没有蛋的蛋炒饭，没有鱼的砂锅鱼头，毫无意义。老公。这是我长耳朵以来听到的最好笑、最好笑的笑话。不许笑！今天的七宝厨已经不是平日那一个受尽我们冷嘲热讽、诋毁贬损的七宝厨了。我呢，现在可是找了一个绝世高人当我的师傅的。绝世高人？那是。总之。在这次比赛当中，看我如何勇冠三军，杀敌四方！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啊，又来买臭豆腐跟大肠米线？是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又卖完了，下次请早啊。又买完了？买完了，明天见啊。啊，那就明天见。你跟他。很熟啊？也不算吧，两天前他有来过啊。他好像很喜欢吃米线的样子。你也认识他？他的米线被我买走了，估计是悔不当初吧。竟然有人会为了一碗米线而如此执着，难道背后有人指使？得跟王爷汇报一下。李总管，这是本次斗菜大赛会彩的名单，请李总管过目。
合不定啊。啊，没想到参赛的人如此踊跃啊。哎，赵大人，这花名册可否借老夫一观呢？哎，给总管慢慢观看，下官悻悻告退。陆安葬，这次我看你还往哪儿逃。师傅啊，你还没说今天叫我做哪一道菜啊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敢问师傅，请问这跟磨刀有啥干系啊？鞋都烂成那样了，还不缝鞋？是。这道淮扬菜考究的就是这刀工啊，在刀工之上一定是不紧不慢。相传是这文思和尚悟道之后所悟创出来的这道菜，所以又叫做文思豆腐。我靠，这个我认识三天了，至少三年了。不用这么讲究吧？做菜讲究的就是毅力加天赋。我看闽香楼那个小姑娘啊，她就比你小子强。师傅啊，跟你学切块豆腐得学三年，等你离我上灶的时候，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了，还炖个什么菜啊？啊！还有啊，你别拿那黄毛小丫头跟我比啊，我七宝厨的可以出身不凡，身上留着金刀玉杵七风吹的血意啊。你刚才说你爹是谁？七风吹啊，我早死的爹啊。他要真的还在的话，你这雕虫小技他不会放在眼里的。色香味，色为先，色即形也。不同食材切出不同的形态，直接构成食物美观的要件。虽说未上灶先刀工，刀工能练出心境，能练出心细，能练出你对天地的钟情。你说你是做饭的，用这些药材干嘛呀？似像也不像，乔装有可能。这可都是珍贵药材啊，你用它要做什么？食药不分家，我想在闽香楼推出养心药膳。哦，等等，抓住再说。没人了，这咋回事？要抢戏的吗？丸子，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？啊，我是隔壁药铺的王掌柜。啊啊，抓你眼睛！陆姑娘别怕，我来救你。黑眼，陆姑娘，我来救你了。这他又来抢戏的！近日一直有可疑人物出现，所以我们就跟在你身后。果不其然，可疑人物该不会是昨晚那个人吧？可不是嘛，就在那看着呢。乖啊，说一下你为什么绑架陆姑娘，你和那帮蒙面的人是不是一伙的？把我五花
大棒就想逼我就范，套我口供了，嗯，没门儿！你跟他啰嗦什么？先用这把烙铁烧他个皮开肉绽，再用这把钳子把他的指甲还有牙齿一片一片、一颗一颗拔下来。动怒，在下也只求乃一等良民呐，绝不可能与匪徒共谋呢。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，赶快看看我的右胸有明证啊！拱背京师，你是九门步军巡捕的人？当年发生在瑞亲王府的东珠劫案，原本由我负责。办案期间，我查到了诸多疑点，却都不受重视。我便愤然辞去了九门步军巡捕一职。我明察暗访，就在半年前，终于让我查到了一条惊人的秘密：逃犯陆安造竟然有一幼女，她携女外逃的机会不大。而且，就在案发之后，他的师弟董三也消失了。我义父他是陆安照的师弟。没错，不光是三哥，我也是陆安照的师弟。当年三哥接受陆安照的托孤，我是极力反对的，怕他卷入是非。可是三哥执意要留下那个姑娘。正儿，你的亲生父亲的确是陆安道。可是我现在比较担心我的义父。我去晚了一步。我跟你拼了！爷，你个鳖孙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你没死啊？你才死了呢！怎么回事？到底谁干的？你们俩是一伙的。我叶知秋追捕逃犯，一向都不假手他人，都是独来独往。这回死透了！哎，到底死没死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是赏金猎人？与其说是赏金猎人，不如说就是个烧饼猎人呀！啊，你先别死，你赶紧告诉我，陆安藻究竟躲在哪里？还有，据我所知，他现在应该有一个女儿，你赶紧说呀！你别为难正儿啊，我是有他是冤枉的。冤枉？我谁是冤枉的？你赶紧说呀！到底谁是冤枉的？你赶紧说！你先别死，你先别死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赶紧说呀！赶紧说出来！这回真死了，董三已经死了。原来陆之真是陆安造的女儿，我得告诉王爷。爹，本想总有一天能和您团聚的，没想到已是天人永隔。您抚养真儿长大，今又为真儿枉死，此恩此德真儿无以回报。
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给他们当助手去。来，穿上。那原本给他们当助手的花艺跟四叔呢？他们出水痘了。出水痘？嗯。我们家少爷说了，你们两个总是倚老卖老，碍手碍脚，肯定会影响洛姑娘实力的发挥，所以就委屈你们二位了。免酒免肴先免味，福风福行闹浮尘。福州府重阳节斗菜大会，斗菜开始。哎呀！茶莲藕烧牛肉，这可是流行在芈月的一道名菜啊！去帮我把莲藕拿来烧烧。好嘞。是这个吗？怎么连莲藕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啊？烧好菜与夹好菜，那就是两回事儿，不是吗？找了个手不动三宝的千金小姐当你助手啊，自找麻烦啊！卖票，走，帮我订块酱油过来。走。我去，这是麻油哎！喂喂，不会你也是？报告，我在家，连厨房也没进过。切，走走走开。我肚子却不舒服，方便一下。包大厨，哎，我能不能离开一小小小小一下？我也是，去。多谢包大厨。陆丸子，这回我看你看往哪儿跑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病猫啊？呀！大侠乃九门步军巡捕总教头，人称冀州大儒侠，叶知秋之也。这，我就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西楚霸王阮小二的弟弟阮小七。就凭你们俩？谁说只有我们俩了？兄弟们，收！发达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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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，见到老朋友是不是感到格外的亲切？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。话说，15年前，英国古董商史密斯发现，在他收藏的众多的中华文化瑰宝当中，唯独少了一样，那就是东珠。众所周知，东珠乃在我大清龙兴之地的极品珍宝。如此尊贵之物，怎可外流？可是，有人却跟他说：“交给我，就放心吧。”睿亲王身兼内务府总管大臣，负责东珠点交呈贡事。李通，你便利用职务之便，
设下了一个杀人越货、栽赃嫁祸的毒计。你杀死了朱轩执事冯远，以及目睹一切的齐峰坤。东珠，还不是落在老子手里？中间却出了差错。Look， 这是东珠。这个品种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我把你当好汉，你却当我是笨蛋。叫你把多动手的事来办，你却给未闻不知的安全弹。现在计划全部都完蛋，你说这病症应该怎么算？完蛋？李彤，是不是像史密斯说的这样啊？一派胡言，信口雌黄啊！就凭一个洋人的一番话，就想定老子的罪啊？幼稚，没有证据。老子回去洗漱了啊！证据我有。来呀，验明证物，稍后再审。怎么样了？我的沙茶莲藕烧牛肉已经进入炖煮阶段。赞。哎，怎么样了？我的三杯计快大功告成了。沙茶莲藕烧牛肉，三杯鸡，了无新意，食人唾鱼之作。哎，同志，不能歇。毫无用心之作，弃之又有何可惜？一闻就知道，拙劣之作。川普绝尘亲自帮忙三杯鸡，我觉得叶九云说的没错。如果我们只会墨守成规，闽菜就永远上不了台面。不如我们重新做一道吧，两组并成一组。好主意。你说了算的啊，你得大会同意才算数啊。那简单呢，我问问就是了。知府，可不可以两组并成一组啊？别！请求造船，请求造船。那问题是，我们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有主意，不如把所有的食材融为一炉，做一道满坛香。你们觉得如何？那我们哪来这些食材呢？简单，去借吧。大叔，你用剩的食材借我们点好不？同行是冤家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能搬砖头打我自己的脚啊！不借。报告知府，他们不肯借我们东西。大胆！我警告你们啊，谁敢不借食材，我去打他个五十大板，再关他个三天不管饭。上帝啊，又怎么了吗？李唐，你认识他？哼，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认。哎，他就是当年犯下东珠劫案的陆安造。你们想用一个朝廷钦犯的话来定老夫的罪，难以服众吗？我们传陆安造，不是要他的正直，而是要他的政治。大人，小民当年是亲眼得见。就是这个蒙面的歹徒，连续击杀了冯知事，还有义兄。哎，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就是那蒙面人呀？有。大人请看，这乃是皇上御赐的金刀，这金刀上有四爪蟒纹的图案。那换言之，那名蒙面劫匪的脑后也应该有这个伤疤了。我猜应该是。来人，立刻把李彤的头发给剃光，编织分晓。这，哎，别，头发不能剃。动手！大人，他戴的是假发。
一定是那个时候把发廊给烧坏了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脑后可有那条蒙面伤疤。报告两位大人，本和吴，我是冤枉的。师傅，怎么样？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大问题。这么多食材，拿什么锅煮啊？儿子，娘带咱家的大酒瓮给你煮这来了。娘。接下来就是等待。爷，我在笑哎，三藤难笑，你疯了？想我李彤，乃当朝瑞王爷福晋的同胞胞弟。就凭你一个小小的知府，啊，再加你一个嘴上没毛的贝勒，就想治老夫的罪，可笑，实在是可笑。他们治不了你的罪，那我行不行啊？姐夫，参见王爷。免了免了，都起来吧。姐夫，你怎么？你赶紧给我待。你说你个小兔崽子啊，从小就不学好，打架、赌钱、逛窑子、抽大烟，你是样样都来啊。我是卖你姐姐的面子才让你到王爷府当这总管的，你可倒好啊，为了还外边的债竟然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。你姐姐说了，这次不用卖她面子。来人，把她给我打入大牢，等候处斩。是。别，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救我，姐夫，姐夫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姐夫，姐夫，王爷，救我呀，救我吧，王爷。小民陆完早见过王爷。你是陆完造？是王爷。难为你了。王爷英明啊。王爷请看。这个就是十五年前失窃的东珠。正是。好像少了几颗。阿弥陀佛，王爷真是明察秋毫。王爷，少这几颗，现下就在斗菜的地方。什么香气啊？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真是沁人心脾啊！风风啊，福日啊！那个人。食指大动啊！草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味道，这是什么菜？我等不及，我等不及了！王爷驾到！啊啊！起来起来起来！起来起来起来！嗯，现场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真搞不懂你们两个，年纪这么大没做过厨房的事儿啊。我爹不让我做呀。到底是个男人，即使家里有钱，也总该对自己的未来有所规划才是吧？嗯，总不能成天到处悠晃啊。我有规划呀。什么规划？当完贝勒，当王爷呗。惊艳啊！真不知陆姑娘这脑子里都装了什么玩意儿，怎么会创造出这么一道菜？
菜名起了吗？还没。就叫团结力量大，好呗。不不不不不，太坦白，太不含蓄了。刚刚突闻此味儿，我不仅诗兴大发。弹起荤香飘四邻，佛闻气坛跳墙来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爹就是闻到此味儿，蹭蹭蹭蹭蹭就从墙上跳下来了。我看这道菜就叫佛跳墙，怎么样？好哎！想问王爷，您刚才说的是我爹？是啊。爹。刘妈。今日斗菜，首选这道佛跳墙。耶！爹，爹，佛跳墙！今日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把这个手套给爹。哦，哎，这东西我也有一点。王爷，当年为防自己遭遇不测，我将一部分东珠藏于二人定情信的手串之中。这个手串是你们的结婚信物。结婚信物。既然今日斗菜夺魁，不如喜上加喜，我就做一个现成的媒人，你们当着众乡亲的面，拜堂成亲，永结同心，怎么样？王爷应应啊！我愿意。